弄原本买的一个弄雨机，楼下的包子给我坏了，万一你谁给你买的？你买的？谁给我买的？在哪里？我早上买早餐的时候没看到，因为楼下的包子太贵了，我都没看到。弄雨机。牛奶黄有吗？要打三张吗？
他这里又没有三十乘四十，你一张能打完他吗？你一张把他排满嘛，打完他就是了。你就是意思就是，就一张上面反正就给他打完就行了。对。拍抖音打。这小雪的打样，人家顺便拍一下。哦，手感。万一他瞌睡的，赶紧打了算了。对呀、瞌睡的加上。